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娜娜。在 Steam 上有许多恶搞大作的游戏，多半品质不好，只是为了蹭蹭大作热度，看看能不能赚点销售量。没想到这一款超低价的《Crownfield 2042》不仅销售不错之外，还获得1000多个极度好评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独立游戏团队开发的《Crownfield 2042》是一款军事风射击游戏。其实从游戏名称就可以发现，这就是一款为了恶搞《战地风云2042》的作品。故事描述在2022年 ，NFT 引起加密货币泡沫化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崩溃了。玩家身为国际组织 No Crown 的一员，正准备加入这场世界级的大混战。虽然是个恶搞游戏，但 Crownfield 2042还是设计了3张地图供玩家游玩，同时也可以使用6种武器以及3种游戏模式。不过官方强调，游戏中的 bug 会有很多，开发团队将不会优先修复它们，而是努力推出新 skin， 还真的是把恶搞精神发挥到极致啦。游戏已经正式在 Steam 发售，现在还有9折优惠，想要花少少的钱换来大大的乐趣吗？赶快买下 Crownfleet 2042，与线上玩家一起同乐吧！